我不喝碳酸，我就喝浓度碳源，我就喝浓度碳源。哇，这个卤汁的概念好好有意思啊。吐槽麻将的事情就到此结束啊！今天的嘉宾跟我一样，有着非常悲剧的情况嘛，父母很爱玩麻将，夺去了我们的童年。好好好，言归正传，不开心就吃点东西，走走。怎么还在下雨啊？那点一碗了，找个3块钱的，两口就算了。点三位好不好？3块钱。啊，点个3块钱的，点个5块钱的。800块。好，我马上付，我先拍一下，我来跟你们做宣传。哎，正好我有钱，慕名而来，我来付，我来。不给，好的。下次也来，下次也来，不用纠结。来，反正就是10块钱。还有第三杯。老板，你们家开了多久了呀？开了10年了。10年多。我们那边很少有这样的情况。哎，老家房子差一点。都是父母。我老婆也不是他们，我老婆是。你们要不要辣椒呢？要不要辣椒？我要。你要不要辣椒？螺丝面我卖完了。看见没有？武汉的天气，哇，这个角度拍还是蛮美的。有没有一点像？其实已刚才还晴朗的。其实已经下雨了。老板娘怎么不搞个灯呢？里头买两场外头那个点亮了自己照亮别人呢。你这就3块的？3块的。这5块。其实女孩子吃3块差不多。差不多。5块也就多点面。它是3块是给小孩吃的。对。它面好好啊，它的面跟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好有韧性。你闻闻它面的那个碱味，重，比较重，嗯、比别的面都不一样，感觉，真的，是发光的金子的金是吧？然后天是，哇！而且很奇怪的是，我不跟我爸姓，我爸姓刘，你妈姓金，哎，这个姓少。我家里都是谁的妈妈姓？我妈妈是那种很强势的人，什么都是要跟她。你妈当兵的嘛？而且这个姓确实少，哎，姓金是大姓还是什么？姓金的话不多，我觉得不多。但是跟我们家这个比，那都还少。姓苏也是奇葩。哎，我在网上看到，其实应该读许，就是山东那边他好还。九吧。不，许读姓氏的话应该读许，我觉得好奇怪。你应该叫许岩，怪不得他跟我说他以前好多人叫他爷爷叫老许老许。其实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多音字把它变为了数，其实就是读许。别提了，山东就是不够强的，为了躲避别人，所以你们哪有啊，明明就是伏羲后代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个，就是越姓比较少的姓都是有一些原因。没有，这是赤姓。我看的那个许，这个字读许，其实如果读姓氏的话，不读素也不读秀也不读那个，就读许。他说是什么，一是伏羲，二是什么，还有个刘姓，赤姓叫刘什么，还三还是什么，还有个什么族啊，听说都歪了。哦，没歪没歪没歪，人是正的就行了。它里面做还可以，嗯，而且比较适合不是很会吃的面，对，就是它怎么吃后面都是有拌的很匀，没有说这个面干的不能吃，对，是吧？其实这属于比较改良一点的那种，对。适合我这种手残党，我每次拌热干面我都拌不好，底下总有像结成一块一坨的那种。
就没办好。你把面都吃完了，周老师都没吃。他不爱吃吗？你太了解我了，是不是？他吃不下了。我现在减肥，你知道我之前胃口多大吗？我把我的胃终于饿小了，不能把我的胃撑大了。我最痛苦的就是越吃就越能吃，对，越不吃就越不想吃。你这说的太对了，对。我的肚子，他前两天还在说像个橡皮肚子，怎么一会儿胖一会儿瘦，一会儿胖一会儿瘦。他说你胖也蛮快，瘦也蛮快。啊他就像是想要胖多吃两口就行了，像米兰子装就是骨头，不装就是脸。这也是最难受的地方好吗？我肚子是最难受的。哇这么快，好评。哇空了，这个人没有，可以打，连佐料都吃完了，连辣萝卜跟豆角我都吃完。辣萝卜呢？哇这个面本来就要一起吃呀。哇因为他的面，这个面是软的，你必须要跟硬的东西吃在一起才有这种感觉。是的，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个外地的同学来吃那个面，什么萝卜也不放，就是要自己加的，他都不自己加。啊我觉得就是让你搬，然后不，我觉得热干面加点辣萝卜是灵魂，真的好吃。他就不加，软软的，然后加一点脆脆的萝卜，蛮好吃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那在附近的可以来试一试。对啊，网看看看，哇，都这么干净吃。好了，哎呀。你问问他，你跟他比，那我跟他比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安利的店就在。是在哪里啊？红大象。屏幕下方红大象那个地方，卤鸡热干面，你们可以来试一试。是红色的大象那个红大象吗？你们说红大象？红山的红，达。到达了，到达了，达巷巷子的巷子的巷。那我理解成红色大象。那我有点想去新屋熊岛吃了。